哎、欸，你有猫了？对啊，他叫旺旺。旺旺，旺旺。他男生还是女生啊？多大了？2岁，是个女生。哦，好可爱，好软哦。那你之后工作要留在这里的吗？没有啊，我回老家。那他怎么办？放在学校啊。妈妈。我的猫真的太感谢你了，我这边解封马上去接它。没事没事，我也喜欢猫的啊，等你有空再来接就好了。啊啊！哎，你现在带猫出去啊？哎，拿猫送人呐、啊！啊，我老婆怀孕了、啊，家里人不让养。可是这猫你们不都养了4年了吗？我可以找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人家吗？那家里没小孩的就可以养了哦。哎，你养不养啊？你好，你养不养猫啊？啊，这是我前女友的猫，你看你要不要？不要我就丢了。可是这猫你不管了吗？这他的猫，我又养不了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啊？